臭手力光珠再发威，留在洗拼劳命，玩机一行走。韩总容易命近期节目进入惩罚趴，挑战极限运动 Wing Walking， 因人数限制只能三位体验，哈哈 ，RM 的各位当然要用 RM 方式选出来，一同打出游戏。一代一时，这把亏了，亏了。中奖的当然不会错过臭手李光洙。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，一切都是命运，终究已注定。结束吧。哦，有一个不错。And take a seat. 啊，有一个不错。Thank you.